今天让小伙伴们教我玩拔刀，但是啥情况啊？一进来就围着我转。哎呀，姐知道自己很有魅力，但是你们这样人家会害羞的嘛。去去去，谁看你了？说，这皮肤哪里来的？就是，我在商店里找了半天都没看到。嘿嘿，意外吧？告诉你们了，其实是在西瓜视频看电影领的皮肤啦。9月30日14点，电影将在西瓜视频 APP 独家热播，点击屏幕左下角即可下载西瓜 APP， 搜索迷你世界之觉醒就可以观看了。哦，知道了，再不开我就要去看电影了。就是就是是是是，现在就开。哎呀，这群家伙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呀，看我怎么制裁你们。这俩家伙就逮着我不放，别送了。意外意外。嘿嘿，不好意思啊，再来再来。